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神祝福大家。愿神祝福大家。这几天小弟到都住在九龙教会啊。呢几日小弟都住喺九龙教会。因为举开港九地区高中班的学生灵恩会。因为举开咗港九地区高中班嘅学生灵恩会。看到神的带领。睇到神嘅带领。总共22个学生。总共有22位学生。有其中一位是慕道朋友，头一次来参加。其中一位是第一次来参加的慕道朋友。其中慕道朋友还有一个姐妹没有圣灵。其中啊，仲有一位姊妹是未得到圣灵的。感谢主，这两天两个姐妹分别都这个慕道者跟这个姐妹都得到圣灵了。感谢主，在这几天这位姊妹和这位慕道者都得到圣灵了。所以全部都有圣灵了。所以全部都已经有圣灵了。学员们呢、在讲感言的时候，当学生他们讲感言的时候，还有今天要离开的时候都哭了，同埋今天要离开的时候都喊了、有的辅导员也哭了，有些辅导员都喊了、甚至有的离开九龙教会到香港本岛也哭了，甚至乎有些离开了九龙教会来到香港这里都喊了，觉得这一次的学生灵会很好，觉得今次的学生灵会很好，大家每一组都很团结，大家每一组都非常团结，真诚的相待，都是真诚的相处。虽然才几天，虽然只是得几天，但是感受到在那边主内一家比自己的家人还好。但感受到在那里主内一家比自己屋企人更加好。祷告、祷告、读经、读圣经、上课、上堂、团契、团契。所以我看到这一批高中生也心里觉得感谢主，我见到这一批的高中生心里面也都感谢主。有一堂见证会小弟主持，有一堂的见证会是小弟主持，我让每一个都上来做见证，我让每一个都上来做见证，没想到那个慕道者自己也起来做见证，没想到那个慕道者都自己起身，他也会讲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他都懂讲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他是一个男生，他一个男仔，长得高高的，他生得很高大，见证也不错，他的见证也不错，讲他参加的感想，讲到他参加的感想，还有他车祸的时候意外的体验，还有他在车祸的时候意外的体验。讲完也会说愿一切荣耀归于神呢，讲完之后也都懂说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要走以前跟他说希望你常来，我走的时候跟他说希望你能够经常来，最好能够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最好能够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他跟我说他会努力，他说他会努力，很奇妙，很奇妙的。这一次的学员也特别乖，今次的学员特别的乖，感受到那种主耶稣在中间的感觉，感受到主耶稣在中间的那种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彼此都有一个很好的感情，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感情。那刚好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段，咁我哋今晚要同大家分享嘅嗰一段，就是要谈患难见真情，就要讲患难见真情。在四川赈灾的时候，当四川赈灾嘅时候，我也很注意这个电视的新闻，佢都好注意电视嘅新闻。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事迹，有一件非常感人嘅事迹。当过了两三天，救难队军人在挖。挖这个救人的动作的时候，当过咗两三日，当军队喺度挖呢啲救难嘅工作嘅时候，他们看到在瓦堆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现象。佢哋见到瓦堆入边有一个非常感人嘅现象。什么现象呢？系乜嘢现象呢？就是看到一个妈妈，就系见到一个母亲跪在地上，跪喺地上面，背后有很重的东西压垮她。背后有啲好重嘅嘢压住。妈妈就这样子跪着死了。妈妈就咁样跪住，但是在他的手中抱了一个小婴孩，打喺佢手入边抱住一个小婴孩，那个婴孩还活着，个婴孩仲系活着嘅，虽然没有力气了，虽然佢已经冇力气啦，还活着，但佢仲系活着。然后跪在这个地上面，然之后有一个手机，有一个手机，上面留下一行字，上面留低住一行字，孩子，请你记住，妈妈永远爱你。孩子，请你记住，妈妈永远爱你。当他发生震灾的时候，都系发生地震嘅时候，他用身体去挡那些东西，佢用身体去挡住佢，跪在地上，佢跪喺地上面，身体弯曲的，佢身体系弯曲嘅，就是保护那个怀中的小孩，就要保护怀中嘅小朋友。他做到了，
他做得到，孩子存活，个小朋友存活。在这个时候那么痛苦，他要断气以前还在手机上面打一个简讯，在就来断气之前还可以在手机上面打这段字：孩子，请你记得妈妈永远爱你。孩子，请你记住，妈妈永远爱你。这个新闻一播的时候，我看到非常感动。一个新闻播的时候，我见到非常感动。如果是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孩子不听话，我们就想丢到维多利亚海里面去了。小朋友不听话，就想扔去维多利亚港算了。赶他出门了，赶他走了，划清界限，划清界线。但是这个妈妈不是。但这个母亲不是，所有的母亲爱孩子没错，所有的母亲都爱孩子，但是他做得更多，但他做得更加多，他甚至在最危难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来保护他的孩子，甚至乎在最危险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保护这个小朋友。这真的是患难见真情，所以真的是患难见真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不努力，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会比一个没有信主的有时候做得很不好，有时我们比未信主的做得更加不好，显得很自私，显得非常自私，显得非常现实，显得非常的现实，显得很不跟人家合群，显得非常跟人家不合群。但我看到这一幕真的很感动，但我见到这一幕真的非常感动。当然他没有播他的尸体的脸，他没有拍到他尸体的面，但我相信他是最伟大的母亲，但我相信他是最伟大的母亲。孩子能存留下来，一辈子记得母亲的真爱，这个孩子能够存活下来，永远记得母亲的真爱。孩子听不懂话，小朋友听不明白，妈妈来不及跟他说，妈妈来不及跟他说，但是他确实用最珍贵的生命表达对他永远永远的爱，但他用最宝贵的生命表达出去永远永远的爱。你真的努力做，真的会这样做到，你真的努力去做，一定能够做到，除非你不受苦，除非你是不愿意受苦，你放弃你的责任义务，你放弃你的责任，责任义务，责任和义务，那你就做不好了，那你就会做得不好了。说起来有福同享的人还是比较多，说起来有福同享的人还是比较多。有时候我东西吃不完了，有时候我的东西吃不完，我放在冰箱不好意思，摆雪柜有得不好意思，因为有弟兄姐妹会想，哎，大概传道没有吃到，所以会拿一点给我。有时候弟兄姐妹觉得传道可能没吃东西，所以拿点东西，非常谢谢，非常的多谢。但是我看到如果吃不完，我会想到林雅丁弟兄，但当我吃不完的时候，我会想起林雅丁弟兄，因为他每礼拜三礼拜五下午会来打扫教会，因为星期三星期五晚上来打扫教会，所以我们就一起吃，所以我们会一起吃。至少这一段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也看到可以有福同享的同伴，至少这一段看到弟兄姐妹的爱，也都可以有福同享。不在乎那个东西的贵重，并不在乎东西的贵重，但是那感觉有福同享不错，但感觉到有福同享不错。信徒分享给我们，信徒分享给我，我们再跟需要的人一起分享，我们再跟需要的人分享。有福同享很容易做，有福同享非常容易做，但是患难共生就很少，但患难共存就很难。本来好好的，本来都好好的，突然有困难了，突然之间有意外了，有意外了，你会发现跟你在一起的那些朋友有时候自动躲起来，你会发现跟你在一起的朋友会自动躲起来，以前找很好找，突然不好找，平时都很容易找的，现在就很难找他。这次有一个姐妹就做见证，今次一位姊妹做见证，因为她去年来都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两个姐妹一起参加高中生学龄会，去去年来的时候有几个很好的姊妹都跟她一起参加，我记得那一个姐妹总是有两三个，她们睡在一起，玩在一起，笑在一起，因为记得那个姊妹一定有两三个一起玩一起睡一起笑。结果今年要报名高中班的时候，结果今年要报名高中班的时候，她那个两个好朋友不去了，她两个好朋友不去了，所以出去找工作，为了出去找工作，所以向神祷告说求主耶稣让我们找到工作，就向主耶稣祷告话求主耶稣令他们，然后就要参加高中班，然后就要参加高中班，他们颠倒，应该先参加高中班再找工作嘛，其实调转了，应该先参加高中班再找工作，所以那两个找不到工作，所以那两个找不到工作，昨天才出现，昨天才出现，哇，才知道说太后悔没有参加，原来这么好，太后悔没参加，原来这么好。但是我要讲的是那个姐妹，
但我要讲的是那位姊妹，他报名但是觉得很无聊，我的同伴没出来，他报了名但觉得很无聊，因为他的同伴没出现到，但是报名了，而且又被长辈讲的时候拖着背包慢慢走到九龙，但是报了名又被长辈劝勉，所以只可以背着书包来到九龙教会，想说如果真的到门口决定还是不想去，干脆就回头就不去了，找那两个了，谂住去到门口，如果真系唔想去嘅，就回头唔去啦，揾翻另外一个。哇！要踏到门口的那个时候，他说好痛苦啊！踏到门口嘅时候，佢话非常痛苦。踏进去，踏去，然后再走楼梯上去，很安心啊！行楼梯上去非常安心。听到人讲哈利路亚，听到人讲哈利路亚，只好就报到，然后就住进去参加。就最好之后就唯有报啊报到一参加，他觉得好快乐。一去参加嘅时候，过去从来没这么快乐，以前都未试过参加，没这种感动。参加这一次有了，感动今次有了。他说我很独立了，佢话我不再看别人来参加了，唔再睇人哋嚟参加，我自己可以来了，我自己可以嚟。感谢主，我有来。咁啊，主我有嚟。见证讲得很好啊，我见证讲得好好。哇，很感动啊，非常感动。还不想下来，说我咬了灵才下来的。本来系唔想落嚟嘅，系我摇咗灵佢先要落嚟。啊，他讲得很好，佢讲得好好。见证完，那个两个好朋友出现了。啊，见证完之后，嗰两个好朋友就出现啦。知道很好，知道好好。他们从昨天下午就参加到今天结束。佢从琴日晏昼就参加到今日结束。哇，早知道应该参加，早知道就应该要参加。所以，我们对神之间的感觉。所以我哋对神之间嘅感觉，你如果一直依赖人，你走不出去啦。如果你净系依赖人嘅话，你行唔到出去。但结果，当他很挣扎的时候，所以当佢好挣扎，他还是把那一步踏进教会来。佢仲系将嗰一步行入教会。参加高中生学生灵会，而参加高中生学生灵会，结果体验到神的恩典，结果体验到祷告有力，佢祷告有力，好快乐，好快乐。他就看到，哎，进步了，对跟神之间的属灵的感情。所以见到自己进步了，同神之间属灵的感情。所以一到患难就可以看出你对事情对神或人的这种关系的重要。所以一见到患难就可以见到你对神之间或者信仰之间的人之间的重要。真的共同患难的人不多啊。所以共同相处患难的人不多。万一我们遇到了，我们也要坚强。如果我们遇到的话，我们都需要坚强。人本来就这样。人本来就是这样。你要靠主，你要靠主，祷告神，祷告神，神会给你很好的帮助和力量，神要给你好的帮助和力量，带领你度过，带你度过。这个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看到神的真的恩典，这个就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见到神真正的恩典。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路德记记载的这个家庭。我就来看看路德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我们上一次谈到剩下婆婆跟一个小媳妇要准备回这个犹大伯利恒了。我们上次讲到只剩下这个奶奶和她的细媳妇要回去犹大的伯利恒。在准备的动作里面，在她准备的动作里面，这个婆婆拿俄米她要做家庭的整顿，这个奶奶拿俄米要做家庭的整顿，不敢主张甚至命令两个媳妇一定要跟她回，她不能够主张或者命令这两个媳妇要跟她一起回去，她也尊重他们的选择，她都尊重她们的选择。但是这个小媳妇路德，但这个小媳妇路德，她决意要跟从这个婆婆，她决定要跟随这个奶奶。尤其婆婆在表达说，我今天家里变成这样的结局是神的所攻击我，尤其是当这个奶奶说她今天家里遭遇到这样是神要攻击她，没想到这个小媳妇她怎么做呢？我想过这个小媳妇她是怎样做的呢？我们来看那个十五节到十八节。我请看十五到十八节，路德记十五节到十八节。路德记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第一章第十五节，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匆匆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在这一段四个经文里面，在这一段四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完了之后发现，我们看完之后，
就是定到一个主题。我哋睇完之后发现佢定到一个主题，患难见真情。患难见真情，一旦生活有变化，一旦生活入边有变化，有时候你周边的人还是不是愿意共跟你共同努力承担呢？有时候你身边的人愿不愿意同你一起共同承担呢？一起共同度过患难呢？一起共同遇过患难呢？这是一种考验，这种是一种考验，也是一个挣扎，亦都是一种的挣扎。但我们在这里看见，但我们在这里见到，首先我们看十五节，首先我们看第十五节，这里婆婆拿阿米这样说，这里奶奶拿阿米这样说，你的嫂嫂俄尔巴，你的嫂嫂俄尔巴，他已经回他的娘家去了，他已经回到他娘家那里了，回他的摩押国去了，回到他的摩押地那里，回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回到他所拜的神那里去。这一句话很重要，一句说话很重要，回本国就是你本族娘家，你这个国家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回本国就是你的娘家，你这个原本国家的所有一切，还有你所拜的宗教，还有你所拜的那个宗教。这个媳妇跟着他们嫁入这个家，应该有听到有关神的这一部分，这个媳妇嫁到他们家，应该有听过神的这一部分。但是家庭变化以后，但当家庭变化了之后，他选择放弃这一个犹太家庭的神，他选择放弃犹太家庭的神，然后再回到他过去偶像的摩押人拜的基摩神，然后决定回去他们以前摩押人所拜的基摩神。这是一个假神，这个是一个假神，是个偶像，是一个偶像。婆婆拿阿米对着小媳妇路德说，你也跟你嫂嫂一样吧，回去吧。所以这个奶奶拿阿米跟路德说，你都跟你的嫂子一起回去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媳妇，但我们看到这个新婆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每一次谈到婆媳之间，常常会提到路德跟婆婆之间的关系。每一次讲到婆媳之间，都会讲到路德同埋佢奶奶嘅关系。或许我们自己会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或者我哋会觉得自己一个非常好嘅媳妇，或者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婆婆，或者我哋一个非常好嘅奶奶。但是我们常常是命令媳妇，但我哋经常系命令媳妇，我们常常是辖管媳妇，我哋经常系辖管。我们常常用好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来看待媳妇二十几年的人生。我经常用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来看媳妇的二十几年，处处观念做法是不通的，所以处处的观念做法都不通的。你看那个婆婆，你看那位奶奶，最重大的决定她还是请问，其实你们可以这样做，让她自己去决定。其实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她都是请问她们媳妇，她们自己去做。大媳妇离开她，大的新抱离开她，但小媳妇没有这样做，但小的新抱没有这样做。她也做了很重大的决定，她都做了很重大的决定。她也思想，我到底要回再回去摩押地和我的娘家居住吗？她都会考虑我是不是回去摩押地和我娘家居住。虽然这个犹太家庭有这么大的变故，虽然这个犹太家庭有这么大的变故，死了公公，死了丈夫和这个丈夫的哥哥，死了老爷，死了丈夫和丈夫的哥哥，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是一件非常没面子的事情。她一定有想过，她一定有想过，但是婆婆提出的时候，就当奶奶提出的时候，我们看她的动作，我们看到她的动作，她表现了很好的一个信仰的追随，她表现了一种很好的信仰。所以这十年中间，她也跟着去认识他们所拜的所谈的这个神，所以在这十年里面，她都去认识，去探到她所拜的神。所以当婆婆跟她说，你回去吧，所以当奶奶跟她说，你回去吧，但她非常坚定的要来跟随婆婆，但是非常坚定的要跟随她的奶奶。所以我们把这个当作一种生活的信仰表现，所以我们将这个当作我们生活的信仰表现，那种坚定的态度，那种坚定的态度有七样，有七种，每一样都讲得非常有力，每一种都觉得非常有力，越后面越强啊，越后面是越强的，就看得到她真的是要来追随啊，看到她真的要去追随的。但是从追随婆婆到后来是追随神啊，但从追随奶奶到后来是追随神的，不得了啊，是不得了的。她知道婆婆说神的手攻击我，所以我的家庭变成空空啊，她知道奶奶说神的手攻击我，令我家空空，有很大的这个灾难啊，有很大的灾难，没办法养你了，没办法再养你们了。但是她还是追随，但她还要是跟随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五章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十五章我们看二十一到二十八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我们在这里看到迦南妇人的信心。我哋喺呢度见到迦南妇人嘅信心。他不是犹太人咯，佢并唔系犹太人，但他来找耶稣。但佢嚟揾主耶稣，称呼主大卫嘅子孙可怜我，称呼主大卫嘅子孙可怜我，求主帮助，求主帮助，大声的呼喊，佢大声嘅呼喊。但是他耶稣的门徒啊，但主耶稣嘅门徒骂他。闹佢，你不要乱叫，安静吧，冇乱咁叫，安静啦。后来主耶稣叫他到他的跟前，后来耶稣叫佢嚟到佢嘅面前，耶稣也不回答他，耶稣亦都唔回答他，他就呼求，佢就呼，然后耶稣就说，然之后耶稣就话，我来是要到那个以色列人迷失的以色列人家去，我嚟系要去到迷失嘅以色列人嗰度去，但是他来敬拜耶稣说。主啊帮助我，但他来到敬拜主耶稣说，主啊帮助我。我们请看第二十六节，耶稣把他形容做狗，耶稣将他形容成为狗。当我们被人家骂牲畜的时候，我们很生气的，当我们被人家骂是牲畜的时候，我们非常不开心。耶稣比喻他做狗，耶稣比喻他成为狗，他说我就算儿女的东西不要给你给狗吃，他说儿女的东西不给你，是要给儿女的食是要给儿女，不是给狗食的。不是，分错了。儿女的东西不给你吃，宁愿丢给狗吃。儿女的食不给你吃，宁愿给狗吃。这个记载在26节讲得很清楚，在26节有记载到。然后这个妇人不但没有生气，然后这个妇人不但只也没有失望，也都没有失望，一心一意就是要得到神的帮助，一心一意就要得到神的帮助。他就承认说，是我是狗，他就承认说是我是狗，没有错，我是狗，没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但狗都吃他主人从桌上面跌下来的碎渣，是不得了。他呼求主，他呼求主，耶稣对他说，耶稣一言不回答，不理他，耶稣一言不回答他，不理他。好不容易耶稣讲话，好不容易耶稣，但是耶稣把他当作狗，但主耶稣将他当成是狗。我们在这里不是检讨耶稣乱骂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检讨主耶稣乱骂人，而是耶稣在试验他的心，而是主耶稣在试验他的心。结果他说没错，我是狗，结果他说没错，我也吃主人掉在地上的碎渣儿，但我都吃主人跌下来的碎渣。耶稣听到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听到之后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哇，他通过操练，他通过了操练。耶稣有时候会考验人，耶稣有时候会考验人，看你是真心来求我帮助还是假的，看你是不是真心来求我帮助。我们在这里看到迦南妇人真心的，但我们这里看到迦南妇人，你既然真心就要吃尽所有在你面前的苦头，如果你是真心就要吃尽在你面前的苦头，忍耐的接受，忍耐的接受，度过，度过，神会为你开路，神就会为你开路。我们特别提这一段，我特别要提这一段，然后再来看这个路德他怎么样坚持追随婆婆，然后再看路德他怎么坚持去跟随婆婆。我们回过来看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回过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章的十六节，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刚才有读过，我们注意看哦，刚刚讲过，我们刚刚有讲过他的生活信仰的表现，追随有七样事，他生活信仰的追随有七样事。十六节第一个，十六节第一个，这里说路德对婆婆说，又讲到路德同奶奶讲，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真心的呢，婆婆你不要叫我回娘家，他真心的，奶奶你不要叫我回家，我决定要跟随你了，我决定要跟随你。不得了，是不得了的，我们以前的媳妇真的不错，我们以前的新抱的确是不错，我非常佩服那个大概四五岁以上的太太，我非常佩服那些五十五岁以上的太太。这话怎么讲，这句说话怎么说呢？我们的过去的婆婆啊，那个有中国传统风味做媳妇不简单啊，我们以前传统那些奶奶要做她的媳妇新抱是不简单的，不管你有没有上班，不理你有没有上班，你该做的媳妇的动作就要做，
要应该要做新抱嘅动作。有的婆婆脾气真的坏透了，有啲嘅奶奶嘅脾气真系非常差。真的还会打媳妇嘅，仲会打新抱嘅。这个婆婆骂，还会敲头。这个奶奶闹佢，仲会敲佢个头。做媳妇的知道妈妈说，不管怎么样，你要忍耐度过，以后就好了。啊，做新抱嘅记得妈妈教佢，无论点样都要忍耐度过。但是忍耐有限呢，但系忍耐都系有限嘅。不讲话，一直忍。唔讲说话，唔讲说话，一直嘅忍。结果身体不好就开始生病。结果身体唔好嘅时候就开始病了。有一天受不了了，有一日受唔住。当婆婆再讲，你这个菜怎么烧不好？哎呀，奶奶讲话，你呢个你怎么早上起来没有跟我说早安？点解你朝早起身唔同我讲早晨啊？你怎么比我慢起床？点解你迟过我起身呢？我起床就是要准备吃饭，你又比我早起床。我起身就要准备食饭，你要早过我起身。媳妇还要上班呢，这个新抱仲系要翻工嘅。婆婆都无理，这个奶奶几咁无理咧？媳妇受不了，但呢个下班回来再煮饭，放工翻嚟喺度煮饭。刚好他没有注意那个菜有点烧焦，他就很不舒服啦。佢冇注意嗰个菜有啲烧窿咗，佢就非常不舒服。一个婆婆从客厅，怎么有烧焦味？这么不会烧啊？做媳妇做假的。这个奶奶从这个厅入边话你点烧啊点煮菜噶，念到厨房门口，从呢个客厅闹到去厨房嘅门口。那个媳妇受不了，刚好在切菜，个新抱忍受唔住，啱啱切紧菜，就摸那个菜刀，就摸住嗰把菜刀，转过来瞪那个婆婆，转身瞪住大只眼望住嗰个奶奶，那个手就拿起来，她忘记手上有菜刀。佢隻手拎起嚟，唔記得咗手上面有菜。哇！那個凶的婆婆啊，個好惡嘅奶奶，你看到我，哎呦！我做咩要殺我啊？就叫話啊！你做咩要殺我？從家裏衝到外面，從屋企入邊衝到去出面。那個媳婦是要追出來說，婆婆對不起，我不是要殺你啊！個新婆本來要追出嚟話，奶奶婆婆回來啊，到門口啊，哦、很多人在看咧。啊，個好多人忘記他手上拿菜刀，但佢唔記得咗佢手上面攞住把菜刀。他剛好在切菜，他不需要拿刀殺。佢啱切整菜，唔系攞住把刀要杀人。结果他看到很多人，人家说：，真的咧，媳妇拿刀诶。佢见到好多人啊，冇错啊，呢个新抱攞住把刀。他很不好意思，他不是要杀婆婆啦。佢非常之唔好意思，佢就受不了，转过来瞪一下婆婆。即系受唔住，系要瞪大眼望住奶奶。一拿起来，他忘记手上还有菜刀。即系只手拎起嚟，佢唔记得咗手上面有菜刀。可是呢？也不错啦，有菜刀也不错啦。其实唔错，有把菜刀都几好。从那个时候，婆婆最尊敬媳妇。从嗰个时候开始，这个奶奶就最尊敬。只要听到有媳妇的脚步声，她马上醒过来。只要听到有新抱嘅脚步声，就即刻醒翻。不敢讲媳妇，唔够胆讲新抱，就是很意外啊。其实非常意外。其实有的会打起架来啊。其实有啲人会打起交嚟。甚至一定要分家。甚至乎一定要分家。婆婆也不能乱做。其实奶奶都不可以乱咁做，媳妇一定要做好本分，新抱一定要做好本分。所以你看看，如果 娶到这个媳妇像路德，哎呀，那真的是家庭的恩典了。所以如果娶得个新抱似路德一样，真系很忍耐，非常忍耐，很贫穷也忍耐，就算好贫穷都忍耐。婆婆也很明理，一个奶奶你回去吧，不要跟我。你翻去啦，唔使跟住我。你看他们的讲话是多么的明理啊！佢哋讲说话系几咁有明理。有时候我们现代人读很多书不明理啊。有时候我哋现代人读好多书噶，都系唔明理嘅。媳妇大学毕业，婆婆大学毕业，奶奶都系大学毕业。婆媳就很难相处，就系婆媳就好难相处。有时候也要怪那个儿子或那个先生。有时候亦都要怪嗰个儿子，他没有做很好的桥梁，佢冇做好好嘅桥梁。有时候在中间一直讲负面的挑拨离间，呢个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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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媳妇也对婆婆不好啦。喺中间挑拨离间，呢个唔好，嗰个唔好，所以新抱都对奶奶唔好。这种家庭怎么会发出神的恩典呢？一种嘅家庭点会发出神嘅恩典呢？所以真的，我们常常会劝弟兄尽量找像路德这样的媳妇做伴。所以你经常会勉励弟兄话要找到像路德咁样嘅做伴，但是要找这种在现代不容易啊。但要找一种喺现代唔容易，不简单哈，系非常唔简单，要吃苦不容易哦，要吃苦嘅。希望我们也都能跟他一样学习啊，希望我哋可以同佢一样咁学习。你看看婆婆要赶他回去哦，呢个奶奶要赶佢翻去，他第一个动作表现是不要催我，佢第一个动作变话唔好催我。不要使我不跟随你啊！唔好令我唔跟随你，我决定跟随你了。我决定要跟随你。哇，其实
做婆婆拿儿米听到媳妇这样要跟她也是高兴的啦。其实做奶奶的拿儿米听到新抱这样讲，她一个人活怎么活啊？她那么年纪大谁养她？她这么大了怎样生活呢？她都没人养她。她很明理，其实她非常明理，尊重媳妇的决定，她尊重新抱的决定。如果不明理的婆婆，如果是不明理的奶奶，每次让媳妇生气啊，每次让新抱生气，一段时间累积了真的感情很快啊，时间累积的话就会感情很差了。我们再来看他第二个生活信仰的表现。我再看他第二个生活信仰的表现。十六节，第二句话，第二句话，路德说：“路德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去边度，我都去边度。”哇，真好，非常好。你想想看，婆婆总是会生病的时候。我哋见到奶奶总系有生病嘅时候，辛苦的时候，有辛苦嘅时候。哇，这个媳妇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个新抱话你去边度我就去边度，不简单，非常唔简单。除了表达一种坚定的跟随，除了表现咗一种坚定嘅跟随，而且是认定这一生跟随婆婆到做完，亦都系话呢一生要跟随奶奶到底，做完人生都跟随他，走完人生都要跟随他。哇，不简单。是不简单。我们再看第三个表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表现。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意思就是说婆婆你决定，意思说奶奶 你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你去哪就往去哪，你决定住在哪里我就住在那里，你决定住在哪我就住在哪。哇，这种媳妇真的太好了，这种的新抱实在太好了。这个时候的婆婆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的奶奶什么都没有，不像刚刚嫁到他们家里什么都有，不是好像刚嫁到他们家什么都有，等于从零开始，等于是从零开始，你都可以见到你的以后将来是没有办法幸福的，你都见到你以后的生活是没办法来到幸福的，都是患难在前面的，都是患难在前面的。你住到哪里我也住到哪里，你住在哪里我也都要住在哪里。你贫穷意思就是你贫穷没有关系我也可以活，你贫穷意思就是就算你穷我都没紧要，住在一起我都可以活的，媳妇要养婆婆，住在一起媳妇要养这个奶奶，决定了，但她已经决定了，家就是一个生活的地方嘛，家就是一个生活的地方，一起生活哪有叫婆婆工作养媳妇呢，一起生活怎会叫奶奶来到工作养新抱呢。路德也跟着决定他要养这个婆婆，所以路德也都决定了要养这个奶奶，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所以先说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不简单，不简单，接受所有的一切，接受所有的一切不容易，不容易。有时候媳妇嫁进来，有时候新抱嫁来，她是嫁给先生没有错，她是嫁给丈夫没错，但是先生他感觉不错，但先生觉得不错，但是有时候公公婆婆上一代的思想不见得年轻人可以接受啊。但有时候老爷奶奶上一代的思想不见得年轻人可以接受，但是这个路德就不简单，但这个路德就不简单，你所有一切的失败我接受，你一切的失败我都可以接受，你的贫穷我接受，你的贫穷我接受，你的苦难我接受，你的苦难我接受，所以你住哪里我就住哪里，所以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懂得侍奉长辈的一个媳妇，是几咁懂得去侍奉长辈的新抱，不得了，是不得了的。我们看第四个表现，我们再看第四个表现，我们看十六节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十六节最后一句说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想想看，我们想想到这里，来到这里，接受婆婆的国就是犹大国，她接受奶奶的国就是犹大国，不简单，是不简单的，前面追随婆婆接受婆婆，前面追随婆婆追随奶奶跟随奶奶，奶奶这个再来她往哪里去她就怎么去，再来她要去哪里她就要跟去哪里，顺从婆婆怎么决定她的人生，顺从奶奶怎样决定她的人生，甚至接受跟她住在一起要来奉养婆婆，甚至乎接受跟她住在一起要供养她的奶奶，从追随婆婆到所有一切的生活苦难，从跟随奶奶到她一切生活的苦难，然后离开摩亚这个国家要去到犹大国，然后离开摩亚这个国家去到犹大国，不简单，是不简单，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的决定，是一个非常大人生的决定，从摩亚地要到那个犹大地啊，这个是等于出国呢，从摩亚地去到犹大国是等于出国，在当时交通不好你可能要回来娘家很不容易啊，
嗰时候家都唔好，如果你要翻嚟娘家都非常容易。这样决定你就是娘家都没有办法看见了。咁样决定就话娘家都无法再见到。我们再来看第五个表现。我再嚟睇第五个表现。十六节最后一句话。十六节最后一句说话。路德对他婆婆说：“路德对佢奶奶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嘅神就系我的神。”他在这里决定我的信仰就是跟随你拜的神一起走啊！佢呢度就决定我嘅信仰就系跟随你所拜嘅神一齐行。不得了啊！不得了。所以他跟随婆婆拿俄米，所以跟随奶奶拿俄米。他不是看外在的生活物质条件，他并不是看外在的生活，而是跟随跟到他愿意要跟随婆婆拜的那位真神，而是跟随到他奶奶愿意所拜的神。不得了耶，是不得了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六样，我们再来看第六样。第六样在十七节，第六样在第十七节。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你在哪里死，我也都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也都葬在那里。你在哪里死，我就死在那里。你在哪里死，我就死在那里。哇，这不得了，这个不得了。通常这样讲都是那个谈恋爱的男女孩子在讲的啦。通常这样讲只是谈恋爱的男女。什么看到两个鸟在一公一母在飞，我们就像天上的比翼鸟。见到啊一公一母的啊就在天上面飞，我就是比翼鸟。常常会说什么我们不是同日生，但是最起码同日死。啊，经常话我哋唔系同一日生，但最起码都同一日死。很多谈恋爱的都是这样咧。好多谈恋爱嘅都系咁样。哦，不好意思，问我们教会青年走在一起的，是不是也这样？我不知道。唔好意思，问我哋教会嘅青年系咪一齐嘅时候，系咪都系咁样讲咧？啊，当在讲这个话，主耶稣在天上看，哎呦哎呦，讲这个，讲呢个时候，主耶稣在天上面睇下讲呢啲啊。同日死是你们决定的吗？同日死是不是我们决定的呢？哎呀，不要乱讲那些话，不可以乱讲这些话。那个一定不是圣灵感动讲的，那些一定不是圣灵感动讲的，是自己发明的，是自己所发明的，或者抄电视抄文章的，是抄电视抄文章的。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但是这里我们见到路德对婆婆这样讲，路德跟奶奶这样说，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你在哪里死我也都埋葬在哪里，我也埋葬在那里，你埋葬在哪里我也都会在那里埋葬。看到到这里已经是非常强烈的感情，在这里已经见到非常强烈的感情，也就是跟你跟到底了，也都是跟你，你的人我也跟，你的人我跟，你的家庭生活我也接受我跟，你的家庭生活我也都跟我也都接受，你的国你的国以色列国我也跟，以色列国我也都跟，你的神我也跟，你的神我也都跟，甚至我的死都可以放给你啊，甚至乎我的死都可以摆在你那里。哇，这种心打开坦白这样讲，这个婆婆很感动啊，一个心坦白打开这样讲，这个奶奶就很感动。如果婆媳之间的感情是这样不得了，如果婆媳之间的感情是这样就不得了，连一粒沙子都进不去两个之间的感情，连一粒沙都不能够入到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为什么特别会用一粒沙子来讲，为什么会讲到一粒沙呢？你不信，你拿一粒沙子你放到你的眼睛里面痛得不得了，如果你将一粒沙放我们眼睛会非常感情好到就像一粒沙子都进不去那个细缝啊，感情好到连一粒沙都不能够入去那个缝里面。有时候一粒沙子也很痛苦，有时候有一粒沙非常痛苦，到眼睛里面不得了，去到眼睛里面不得了了。当然我们要解决这个有自己的方法，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有自己的方法，是很受不了的，但是非常的。我们看到那个路德，但我们见到路德他表现那种生命的感情，他表现了那种生命的感情，他不单讲还真的做，他不单只是讲还做出来，吃苦的，是吃苦的，奉养婆婆的，是奉养最后神安排成为波阿斯大财主的太太，最后神安排他成为波阿斯大财主的太太。波阿斯就是大卫的祖先，波阿斯就是大卫的祖先，他后来娶路德，他后来娶了路德，所以路德变成大卫的祖先，所以路德变成大卫的祖先。一个平凡的女子，一个平凡的外邦女子，外邦的女子，就因为坚信跟随婆婆到底，因为坚定跟随奶奶，跟得很漂亮，跟到非常靓，跟到婆婆所信的神里面，跟到去婆婆所信的神里面，跟到真实的信仰里面，跟到去真实的信仰，他们彼此得到造就，他们彼此得到造就，没有想到恩典福气临到这个媳妇路德，没想到恩典福气临到这个新妇路德，他的后代就生出大卫王，他的后代就生出大卫王，从他这里生出，是从他这里所生出来的。哇，不得了，耶稣也在这个家谱里面，不得了，连主耶稣都在这个家谱里面。哇，不得了，是不得了的，不是普通信仰的女子可以承担的，不是普通的信仰的女子可以承担的。你看我们看到他的决定，
我哋见到佢嘅决定。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十七节最后一句说话，除非死能够让你我相离，除非死能够令你我相离，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愿神重重嘅降罚于我。这样的决定，咁样嘅决定，好像决定自己的生死一样，好似决定自己嘅生死一样，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现在的媳妇是决定自己的好处，我哋而家嘅新抱可以决定自己的好处。不是决定生死，哎呀，不要被婆婆念，哎，搬出去了，高兴了，快乐，哎，我最大了，哎，不要被奶奶闹了，那搬出去住我最大了。所以我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会想，哇，他可能没有看路德记啊，见到这样的情况就会觉得他没看过路德记。哎，有的还欺负婆婆，有些人还会虾他的奶奶，对婆婆大声讲话不理不睬，跟这个奶奶大声讲话不理不睬。如果弟兄你娶到这种太太，请你不要高兴。弟兄你娶到这种太太，希望你不开心。如果你发现这种毛病，你要为他祷告。你见到他这种毛病，一直到他改变这个习惯，直至他改变这个习惯。不然你得到的并不是像圣经路德这种媳妇。如果你这样的话，得到的不是好像圣经路德这种媳妇。不是一开始就像路德的啦，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像路德，要学了，是需要学习的。要去看路德，要去看路德，愿意去追求，愿意去追求。有一天我们的太太就变成路德这个好媳妇，有一天我们的太太就变成路德这种好的媳妇。真的是要这样，是真的需要这样。哇，你看看她跟随婆婆坚定的信念，我们看到她跟随奶奶坚定的心。然后我们看第三段，然后我们看第三节，第十八节，我们看拿俄米怎么看待啊？我睇下拿俄米点样睇待？拿俄米见到小媳妇路德决定要跟随自己，拿俄米见到路德细嘅新抱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离开了，唔再劝佢离开了。圣经讲得很简单，圣经边讲得非常简单。我们看不出好像那个感情在哪里，我们看不到那个感情。但是从他说的话一直到婆婆不再劝他，里面的感动那种是很强烈的。但从他所说的话，直至奶奶叫他不再劝他了，那感情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路德，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路德。所以真的要用圣经道理来做一个灵修，所以你需要用圣经的道理来做一种的灵修。但婆婆跟路德之间，但奶奶和路德之间，我们看到在这种最痛苦最患难的时候，见到两人之间的真正的感情。就你见到在最痛苦最患难的时候，见到两个人真正的感情。有时候很贫穷，有了这种真情啊，比世界任何富有人都 还快乐的。有时候很贫穷，见到这种的真情比世界上面很富有的人更加快乐。这不是钱财可以买到的，因为这个并不是钱财可以买到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长得比较矮的人呢，天生就矮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一些天生就很矮的人。我有一次在路上开车，我看到了一次，我在路上面揸车，我见到一对夫妻，我看应该是五十几岁，一对嘅夫妻应该有五十几岁，身高大概140，身高只140cm， 这个很矮，真系好矮。不过在矮的人来讲，那个算高了。但系矮嗰啲人嚟讲，佢哋算系高噶啦。因为他们的身材真的不太直啊，那个不太好看啊，脚弯弯，手弯弯，然后推着那个垃圾车。捡那个纸箱，他们的身材并不好看啊，头弯弯脚弯弯，但推住个车要执纸皮。因为人小，纸箱都推得很重啊，两个夫妻推啊。因为人矮，所以推住嗰啲纸皮箱好难。我看那个太太可能就130，个太太只有130厘米。他的孩子就更可怜了，佢孩子更加可怜，很小，好细个，大概到爸爸的一半。大概都不会，一看就知道是不太容易长大的那种。一睇就知道佢系唔容易高长高嘅。三个跟在旁边呢？三个跟喺旁边。啊，推推推，那个小女孩跌倒了。啊，推下推下，嗰个细路女跌亲啦，就停下来在路边。就停低喺路边。然后父母就因为不太好嘛，天生就这样啊，就这样跑几步，然后就弯下来抚摸孩子。所以就天生行得唔好，左右咁拐下就去抚摸个儿子。然后做妈妈的马上就抱他，然后做妈妈手都很短啊，手好短。我真的开车，我停下来看这一幕 啊真的开车的时候停下来看这一幕。然后妈妈就抱他，然后妈妈抱住他，爸爸去弄那个受伤的地方擦一擦。爸爸就在受伤的地方擦一擦。然后另外那个两个哥哥，然后两个哥哥看好像没事，看来好像没事，就弄一弄妹妹，一个做鬼脸，已经很难看了，再做鬼脸更难看。就扮一扮鬼脸，本来已经难睇啦。那个妹妹本来哭的，她也笑了，笑得也难看。
那个妹妹啊，本来喊紧，而家笑啦，虽然笑得核突，然后又开始要推，啊，又要另外一个哥就拉妹妹的手，不用讲哎，他就抓她的手，带在她旁边，这样带着她走。啊，两个哥哥就会拖住妹妹的手咁样行。很贫穷，虽然好贫穷，又长那么矮，天生下来就已经不公平了。因为本来好矮，天生落嚟已经唔公平啦。但是有真情在里面，但佢系有真情喺入边。那我们健康的人呢？咁我哋健康嘅人还可以化妆得更漂亮啊！我哋可以化妆得更加漂亮。但是我们的真情在哪里？但我哋嘅真情喺边一度咧？不比这个家庭诶，不比呢一个家庭。我跟他们一段，我同佢哋跟住一段，因为个马路好宽。跟在最后一个最外面那一道，跟他们一段，我才离开。我跟住佢哋一阵，我先离开。真的不简单，真系唔简单。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我没有停下来向他们。认识耶稣啊，我觉得有啲可惜，就冇停低介绍。我后来，因为我那时候在赶时间，因为嗰时我喺度赶时间。后来过几天又再转过来要找，找不到。啊，过几日我要过嚟揾佢哋，但揾唔到啦。所以我告诉自己，即系我同自己讲，有机会就要传，有机会就再忙要停下来，再忙都要停低。我真的很羡慕他那一家，很有感情。我就好羡慕佢哋嗰一家。那个纸箱能卖多少钱？那个纸箱可以卖。我们今天都是很有钱，但是搞得家庭关系感情都不好。我哋今日都系好有钱，大家都屋企关系。生活都可以过，但是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好。乜嘢都可以过，但我哋就系冇咁好啦。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一户小人家。所以我一直嘅记住呢一。我相信他们中间的爱很多。我相信佢哋中间嘅爱好大。我相信他们中间的感情是真的。我相信佢哋中间嘅感情系真嘅。有的人孩子跌倒，那个妈妈骂得要死，这么不会走路啊，啊，这么大了不会走路，惨了，还哭。有啲嘅妈妈，我们很多健康的是这样啊。啊，见到小朋友跌伤仲闹佢，我哋好多人都系咁样。真的是这样的，我哋都系咁样嘅。但是他们没有读书，但佢哋冇读书。但是他做得比一个博士做得更好，更懂得人性化。但佢哋做得比个博士更加好，更加有人性化。谁说真情一定要读书？不是的。边个话真情一定要读书？谁说真情一定要很有钱？边个话真情一定要有钱呢？都唔系嘅。我们看到路德，我哋见到路德，他真的是跟婆婆两个表现出患难里面的真情。佢真系同奶奶发现到哎呀两个人患难里面嘅真情。太好了，其实神要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要用真情的感情流露的。其实神要我们彼此之间都有真情的流露。从这一个这一段里面，从这一段里面，我们提出几个教训，我们提出几个教训。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里讲咯，呢度话你不看顾自己家里人啊，亲属。你唔睇看顾自己亲属屋企嘅，你比不信的人更差。你比唔信嘅人更加差。倒过来，我们看那个路德。倒过嚟去睇路德，坚持追随婆婆，坚持追随奶奶，用自己的生命一生要来照顾婆婆，用自己嘅一生嚟到照顾奶奶。婆婆也用心来接纳这个媳妇。奶奶都用心来到接纳彼此照顾，彼此照顾在神面前是好事，在神的面前是一件好事。尽本分照顾亲人，尽本分照顾亲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教训，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教训。请看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一节二节，一二节，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到余下的光阴。在这里劝勉我们要有吃苦的心智，在这里劝勉我们有吃苦的心智。如果耶稣基督不吃苦，他怎么能够完成十字架救恩呢？如果耶稣不吃苦的话，怎能够完成十字架救恩？我们怎么可能会被他赦免罪孽呢？我怎能够被他赦免罪孽呢？他打开了这一条十字架救恩，他打开了这条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有机会得救，让我们有机会去得救。耶稣基督吃苦做了模范，
耶稣吃苦受了做了无法，所以我们也要有吃苦的心智当作兵器，所以我们要用吃苦的心智当作兵器。第二点就说，所以第二点我们就不要顺从人的情欲了，我们就不要顺从人的情欲了。我们生气要吵架的时候，是那个是我们的情欲啊。我们要嗌交嬲的时候是人的情欲。我们决定不要亲近神，神的教会，那个也是我们的情欲啊。我们要不亲近神的教会，那个都是人的情欲。我们贪爱世界的时候，不爱神的时候，也是人的情欲啊。我们贪爱世界，不爱神的时候，都是人的情欲。吃一个基督徒有吃苦的心智的人呢、啊？但这个讲到一个基督徒有吃苦心智的人，他要顺从神的旨意，他要顺从神的旨意，顺从神的真理，就是顺从神的真理，来度过他的人生，来度过他的人生。我们看到路德，我们见到路德，决定跟随婆婆，他决定跟随跟随婆婆信的主，跟随奶奶所坚定的信仰跟到底，坚定的信仰跟到底。他已经打算剩下的日子就是要跟随婆婆吃苦，他已经决定剩下的日子就要跟随奶奶吃苦，照着神的话走，照着神的说话走。后来他蒙大福，后来他就蒙了大福了。再看第三个教训，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教训，请看箴言十八章。请看箴言第十八章，箴言的十八章，箴言第十八章，十八章二十四节，十八章二十四节，十八章二十四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在这个世界会用人或事物来当作朋友，我们在这个世界会用人或者事物做朋友。你那么喜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你有患难会帮助你呢？你咁中意嘅嘢，系咪喺患难嘅时候能够帮助到你咧？如果是属世界、属情欲的，如果系属于世界、属于情欲嘅，那你这样的朋友没有用。你咁样嘅朋友就冇用啦。但是这里说有一个朋友最好，更亲密。有讲过一个朋友最好，就是指着我们敬拜的神耶稣基督。所以讲到我哋所敬拜嘅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懂得把他当作我们最好的朋友。我哋要将佢变成我哋最好嘅朋友。快乐跟他说。开心的时候难过也跟他说，难过的时候同佢讲，最悲伤的时候跟他说，最悲伤的时候，最迷惑的时候也跟他说，最迷惑的时候同佢讲，最痛苦的时候也跟他说，最痛苦的时候同佢讲，最迷惘的时候也要跟他说，最迷茫的时候亦都要同佢讲。他不会出卖我们，佢一定唔会出卖我哋，反倒会伸手帮助我们，佢反而会伸手嚟到帮助我哋。你找世上的人没有用的了，你揾世界上面嘅人冇用嘅，你靠世上的事也没有用的了，你靠世界上面嘅事亦都冇用嘅。求主帮助，求主帮助。这个时候就考验你跟神之间的感情，这个时候就考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对神是真的吗？你对神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你就努力靠他，是真的话你就要努力靠他，会带领我们度过一切，会带领我们度过一切。人跟人之间相处也是一样，人和人之间相处一定要真实的相待，一定要真实的相待，不要去害别人，不要害人，更不要欺负别人，更加不要欺负人，更不要亏待别人，不要去亏待人，时时要来帮助，经常要帮助，用真正的爱来对待，用真正的爱来对待，就会表露出之间的真情，就会表露大家之间的真情。我们看到路德跟伯伯，我们见到路德和奶奶，患难见真情，患难见真情，神悦纳，神悦纳。后来他们都跟耶稣基督的家谱有关系，后来他跟耶稣的家谱有关系。我们努力，我们努力，我们跟神永恒生命的关系也不会断，我们跟神永恒的生命之间，我们是站在他的救恩上面的，我们都是站在他的救恩上面的，罪被赦免，罪被赦免，不要破坏这样的出于生命的真情关系，冇破坏呢一种喺生命入边嘅真情关系。愿神祝福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唱诗，唱诗，三百零八首，三百零八首。